马上开始，欢迎大家来到第五届山海杯国际辩论邀请赛大学组第一组小组赛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主席郝书涵。本场比赛由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主办，在此我仅代表主办方欢迎各位的到来。下面我将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正反双方及其立场。本场比赛的正方是悉尼大学，他们的立场是自由裁量空间是法律的可喜。有请正方做自我介绍。正方一辩悉尼大学王立人。正方二辩悉尼大学吴梦强。正方三辩悉尼大学谢台。正方四辩悉尼大学张信仪。随正方悉尼大学中文辩论队恭候在场各位。本场比赛的反方是曼彻斯特大学，他们的立场是自由裁量空间是法律的可悲。有请反方做自我介绍。大家好，反方一辩李月白。反方二辩韩高杰。反方三辩穆一斌。反方四辩郭延林。曼彻斯特大学中文辩论队恭候在场各位。接下来很荣幸地为大家介绍本场评委，他们是媒体评论员2010国际央视国际大学生群英辩论会赛事顾问张家鹏先生，首泰金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业务总监，2010央视全国大专辩论会亚军全程最佳辩手肖磊先生，中国辩论公开赛总裁判长，第三届世界大专华语辩论赛冠军曾庆熙先生。感谢各位评委的到来。在比赛开始前提醒各位辩手，在各个环节剩余30秒时会有警示音提示，请计时员示范，时间用尽时铃声响起，此时请辩手停止发言，请计时员示范。现在比赛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申论与质询环节，有请正方一辩申论，时间4分钟。好，谢谢主席，恭候在场各位。正本清源，法律是一套用于规范社会生活的体系，其价值与权威性源自于它对公平正义的基本追求。自由裁量空间明确了法律条文中模糊和缺失地带的责任归属，要求司法机关在不违背法律条文的前提下，以立法意图和法律原则为标准对个案进行裁决。自由裁量空间则是这个权利的行使范围，要讨论它是可喜还是可悲，要看它的存在使法律更趋近还是更偏移其自身的精神和目的。我方认为自由裁量空间的存在是法律的可喜。首先，自由裁量空间给法律留出了应对未来变化的空间，解决了法律条文的稳定性与时效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推动了法律与实际俱进的发展。由于法律条文的制定基于对过去的总结，必然会受到时代局限性的约束，而社会形态总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动的，哪怕是当下极为完备的法律规定也难以一直适用。然而出于对稳定性的要求，法律规则也不应该频繁变动，因为一旦朝令夕改，法律的权威也就不复存在。由此可见，法律条文的固定性与社会的变动性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无法由立法机关单独进行调解。自由裁量的出现给了法律与时俱进的空间，对于法律在动态社会中的持续适用起到了可喜的作用。比如说黑龙江省一起利用监管不严的比特币平台洗钱1200万的案例，由于比特币在中国并不属于法定货币，没有直接的法律条文可以对其进行监管，但法院综合考虑了反洗钱法等法规的立法意图，认为比特币交易平台仍然具有一般支付平台应尽的反洗钱义务，对放任比特币洗钱的违规平台进行了处罚，才使立法的反洗钱意图得到了与时俱进的贯彻。其次，自由裁量空间的出现和被认可使法律突破了文字的局限，平衡了以文字语言作为唯一载体所带来的必然的不确定性，提升了法律精神的一致性。人类的语言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其中心意义可能是清楚明确的，但边际往往存在模糊地带。以合同法的签署两字为例，看上去它明确表达了签名的意思，但是如果签字者使用了假名呢？如果签名中出现了错字呢？这些情况仍然能被认定为法律规则所说的签署吗？再比如前段时间发生的电梯劝阻人吸烟后吸烟者猝死的案例，即便法律条文清楚地规定与死者死亡有因果关系者需要承担责任，但是什么叫因果关系？劝阻人吸烟和心脏病猝死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这些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明文规定，而应该通过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节给出细致的论证。可见当法律完全依靠文字语言进行表达时，
哪怕再详尽的文字解释，都必然具有文字自身带来的不确定性。位于文字边缘、概念边缘的大量个案，处于难以被规范、判决和被追责的状态。只有明确了这些条文中模糊或缺失地带的责任归属权，且引起争议的论证可以通过上诉被再次审议，不符合法律原则的论证可以对法官进行责任追究，才可以规范这部分空间，自然是法律的信使。最后，自由裁量空间是立法者在维持其权威性的同时，给法律留下回旋和反思的空间。法律本质上解决的是社会问题，而大多数的社会问题原答案都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立法者受制于人类认知的和理性局限，无法对社会生活中的每个方面都给出绝对正确的预判。更何况，在很多的法律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下，未必存在所谓的绝对唯一的最优解。比如聊城的余欢刺死乳母者案，亲人的人格尊严权和他人的生命权之间，应该以什么样的比重来平衡？很难说什么是绝对正确的答案，而是有被讨论的必要。自由裁量空间即是人类在对于自身局限性大胆承认下，通过把自由裁量权纳入司法机关的法定权利，从体系上赋予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适用范围内被讨论、被上诉、被审议的空间，这样的空间是法律的可喜。有请反方二辩质询正方一辩，时间两分钟。你好，谢主席，谢谢张内友。先问您一下，您方对于可喜的定义是不是有作用就叫做可喜？不是，我方对于可喜的定义是它是否更趋近法律本身的精神和目的。所以您方今天的全面论证告诉我说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不可替代的作用您没给我论证到与本和之间如果存在着矛盾的时候，矛盾与作用之间的利弊比较，所以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对不对？不是很懂。好，没有关系。所以我方今天就告诉您了，只要有好处就等于可喜，并不是今天的正确判断标准。那今天我方如果想要判断可悲，有可悲点，我方是否要向您论证今天这个社会不需要自由裁量权？不是，您方需要论证的是它有这个存在的话是偏离了法律本身的精神和目的。所以今天有自由裁量权，我方认为也是我方认为这个社会确实需要自由裁量权，所以我方今天无需论证这个社会不需要自由裁量权，而我方需要论证的是有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它与法律的本质只要有偏差就叫做可悲。来看一下您方的论证责任并不是如此简单。没关系，所以说后面我们再论证吧。您方的这个单纯的判断标准本身就不合时宜嘛。那问一下，今天这个自由裁量权，除了法律有自由裁量，除了司法人员有自由裁量权，行政人员有没有自由裁量权？有那个司法、执法，还有那个法律精神都有自由裁量，它是一套整个完整的体系。好，所以没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不光讨论在法庭上的司法之间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空间所带来的问题，我方也跟您探讨今天在行政空间上自由裁量权和自由裁量空间带来的问题。您方可以讨论了，但是行政这个东西的话，您方反方可以讨论，但是跟今天辩题不是有特别大的关系。是，所以我们发现行政是什么？行政是就是国家的司法国家的行政机关在法律的在法律的范围下对法律的行使进行了一个对法律的行使，因此在判断今天法律可喜可悲，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行政人员运用自由裁量权来判断？您方不能在一个方面只论证，我们是看整体的法律体系。两者都讨论，所以今天司法和行政我们都讨论嘛。好，谢谢。有请反方一辩申论，时间为四分钟。谢谢主席。自由裁量空间可分为司法自由裁量空间和行政自由裁量空间来讨论。司法自由裁量空间是指法官在司法审判中常用到的裁判权利，这种裁判权利是在审判实践中为了弥补法律缺失而形成。行政自由裁量空间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事实要件确定的情况下自行判断行为条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利空间。换言之，自由裁量空间的出现有两点要素：第一，模糊的法律边界；第二，主观的选择。虽然我方四位辩手没有法律专业背景，但我方有对法律最基本、最朴素的认知，即法律应最大程度地追求公正平等。事实上，这一点也能够在法理学家的论述中找到支持。法律哲学家希克斯和美国法理学家伯登·莫海对法律价值和法律理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他认为，法律的最高目标和终极目标是实现正义，其核心本质是每个人类社会的成员都应得到与其行为相适应的合理的平等的对待。我方认为，今天讨论对于法律这个主体，如果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强化了这两个追求，则可喜；如果伤害了这种追求，感到无奈可悲，则感到无奈可悲。论证如下：第一，人类法律以客观公正为永恒追求，却不得不借助个人的主观判断和主观选择来施加对社会的影响，这种选择是一种可悲。自由裁量空间的出现，是因为目前的法律体系不愿承受更高的立法成本，而选择放弃对部分
客观公正追求的结果，在细化立法条目必将提高立法成本的情况下，现有的法律体系难以做到面面俱到，于是放弃部分客观属性的追求，将这部分法律功能的实现寄托于执法者的个人专业素质和情感判断。人总是有其局限性的，以色列班图里扬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通过分析巴黎法官在50天中所做出的1112的司法裁决后发现，法官的判决受到他们用餐时间的影响。这个结果刚好印证了一位学者对法官审判不靠谱的讽刺：正义就是法官早餐吃的东西。类似的是，可见对于整体的法律体系而言，人类不得不引入包括着主观随意性的自由裁量空间，解决现有法律体系的不完善。这种选择伤害了法律对于客观公正的终极追求。第二，自由裁量空间并不总能实现公正与平等，它的运行机制会伤害法律对正义的追求。自由裁量空间的应用并不是像法律对方辩友所说的那样总能在事实上实现正义和良好的效果。自由裁量权在实际的运行之中，有些时候不仅难以收束人们心中的贪念与恶意，反而会为其中的一些人开辟一条不合理的不法途径。孟德斯鸠曾精辟地指出，任何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利都要到边界时才停止。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不仅没有起到收束和规范人行为的作用，反而给了司法和行政人员利用法律来谋求私利的空间，放大了人心中的恶，违背法律对正义的最高追求。2002年，在裕泰公司与武汉职业病防治院的合同纠纷案中，由于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13名法官受贿金额400万元，44名律师涉及行贿，该案一案审判，的金额相差610万元，且武汉中院，腐败案案发之前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副院长们的彼此分管的工作，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互不监督，法院内部的监督机制只能流于形式。从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自由裁量权涉及到主观的决定权，可能导致行政和司法的结果出现不连续性，甚至成为权力寻求的空间，折损了法律的规范性和对正义的追求。需要注意的是，今天辩题的探讨不应该止于进行事实利弊的比较，因为你我双方都知道，自由裁量权是一定时期内的一种必然选择。但若是自由裁量空间的留存值得庆幸，那国家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进行规范整治呢？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句话是习近平同志最近在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一文中提出的，这也印证了在法律追求与立法成本的对抗之中，国家在努力保全和争取更多的客观与公正，减少这种可悲的成分。我方正是要指出弊端，强调自由裁量空间这种机制的可悲之处，从而产生更大的改善它的动力。谢谢。有请正方三辩质询反方一辩，时间2分钟。对方辩友您好。你好，首先要请问一下，您方对于自由裁量空间的定义是什么？我方今天告诉你们，这个既可以讨论司法，也可以讨论行政，这一点我方二辩已经先行确认过了。这个没太懂，既可以讨论司法，也可以讨论行政。司法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判决？行政是最终执行的那个执行人员还是？执行力是这样的，行政是这样，行政是我们依据国家依法行政的要求，也就是说国家行政人员是要根据法律条文来进行行政，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行政也在我们今天辩题讨论范围之内。就是您方要把司法分开来，分成司法跟行政。对，没错。不太懂，请您方就是具体解释一下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不是，我们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行政自由裁量空间是指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之中使用权利，使用自由裁量权。就比如说，给您举个例好了，比如说我今天可以贴罚单，可以给他罚20，也可以给他罚200。那20到200之间的这个空间，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行政自由裁量空间。这样可以理解吧？可以理解，没问题。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行政自由裁量空间也是执法的一部分，行政自由裁量空间也是司法的一部分，这没有错。来，接下来请问第二个问题，您方所这是两部分，来，跟您解释清楚，这个司法不一样。来，对方辩友不要急，您方现在告诉我说，现在就是自由裁量空间是模糊地带，这种模糊地带会损害到法律的目的。您方所认的目的就是客观公正，是不是？我告诉您了，已经是公正平等，没错。啊，公正平等，就是法律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绝对客观情况存在？不存在绝对客观，但是我们要无限接近于就是追求客观这样的过程。这样回答我的问题，立法层面有没有客观？也就是立法层面有没有主观？就是人去立法的时候，立法者有没有自己的主观情绪在？我方承认，您方面法律是说的绝对的客观性的统一，但是我们在第一点给您讲，没有，我们需要避免的是个人的那些情感判断。所以您方要在法律、立法、司法、执法三个层面都要达到您方所谓的客观公正，是不是？是的。好，接下来请您方解释，在立法层面为什么是人立的法，人有主观情绪，这个主观情绪如何消除？谢谢。
有请正方二辩申论，时间三分钟。好，首先明确两个立论中的定义问题，其实也不是定义问题，其实是标准问题。第一个，对方没有说包含行政的部分，其实法律中行政的部分就是执法的部分嘛。好，这部分可以包进来谈，没问题，跟司法这个区别可以。第二个是关于对方没有判断标准，他认为只要经营自由市场存在，让法律离他的核心有了偏差的作用，就算可悲。我方认为不对，因为他有让偏差的作用，也有让它向法律核心靠拢的作用。这个偏差的作用和靠拢作用哪边更大是要比较的，比较出的结果才能证明可显而可悲，不是有一点偏差的作用就要可悲。对方注意，好，现在我们来比较。首先，对方辩有三个论点。第一个论点就是，他方认为，自由裁量的存在只是因为，那个国家为了节省立法的成本，只是因为国家不想去，懒得或者说懒得去细化法律，所以搞一个自由裁量来让自己省事。其实我发现并不是这样的。法律中很多的部分是明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减轻，不费吹灰之力的去细化法律的，这部分其实不太需要花成本，甚至有的时候本来法律是细化的，但是为了让它更合理，我们把它更加模糊化。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贪污罪，中国19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贪污罪是以金额作为标准，但是后来因为发现金额作为标准的话，很多东西判断不出来，很多贪污的情况纳不进来，所以为了让它更合理，把它模糊化。所以如果只是为了节省成本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刻意把它模糊化，反而花成本把它模糊化呢？所以这足以说明自由裁量存在不是只是为了节省成本。你看第一个论点不合理。第二个论点说的是，那个开辟给那些滥用的情况开辟的途径。其实滥用本不是因为工具被滥用造成的恶果，不是这个工具本身的问题。刀的出现啊，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总有一些人用刀去杀人，用刀去抢劫，所以滥用啊，并不能把罪过都怪在自由裁量身上。而且自由裁量在现在这个社会，它是可以被监管。就对方没有说的那些问题，我受贿，我去故意判你错，可以被监管，而且这样判出来的一种所谓错误的结果是可以被挑战，你可以上诉嘛。你收买了一级法院的法官，你还得收买二级法院的法官，你还收买最高法院的法官，那全收买才可以。所以它可以被结果可以被挑战，它也可以被监管，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对方想的那么大，而且滥用也不是自由裁量本身的问题。对方没有第三个论点说的是中国现在在减少那个自由裁量，想通过这个来论证自由裁量的不好，其实不对。两个层面来反驳了。第一个，其实中国有些地方是在减少自由裁量空间的，但有些地方是在增加自由裁量空间，就是刚才贪污的那个例子，其实是在增加自由裁量空间的。所以自由裁量其实我们设计它是要给它一个合适的范围，给它一个合适的状态，它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所以我们现在调整，但它的存在还是有必要，还是可喜。而第二个反驳的逻辑就是，其实在国外没有听说过要减少自由裁量空间的，所以它是跟法官的整体素质相适应，法官的整体素质过低你可以整体减少一点，法官的整体素质够高你可以不用减少，所以这不是自由裁量的。有请本方三辩质询正方二辩，时间两分钟。来确认一下态度，今天法是追求公平公正的，这没有问题吧？Okay. 公平公正正义正对正义 OK 没有问题。来问你了，我国立法机构是？我国立法机构是解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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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人大有立法权，对不对？那立法权 对。好，来看宁方第一点，宁方告诉我说稳定性与时效性不可兼得，所以在没有一部法律可以适应一个新的没有一部法律可以去规定一个新出现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告诉我交由法官个人来判断，对不对？不是法官个人，是很多法官讨论根据一些社会效应，没关系没关系，要写出合理的来判断。问你了，这个时候我问你，既然我国的立法机构是人大代表大会，这个时候法官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充当了立法者的角色？这没有问题吧？不是，对不对？不是，是因为立法者在这一块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具体的判断，这个时候只能交由司法者结合具体情况去判断。奇怪，今天我还不奇怪，奇怪的因为立法还没有做到嘛。打断，你不能要求立法者存在法治，我们最大的区别是把话语权从一群人交给人民。不，所以你认为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立法要每天都改吗？所以程序不是，恰恰今天是他可悲的地方，尤其是可悲的地方啊，这不是自由裁量的可悲。你不要打断我的环节，所以今天他可悲的地方就在于，法律由于它语言的不确定性，它与生俱来，它就具有滞后性，所以它不得不通过这样一种程序。都是法律它的可悲之处，跟自由裁量没有关系。自由裁量是接着追的这个可悲之处。不用打断我，来接着追。问题。自由裁
方是要件，您告诉我法具有稳定性，可是当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法院得到不同的判准的时候，是不是折损了它的稳定性？对，对，没有什么叫做相符的，什么叫同案？比如说，例子，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案子。来问您，比如说对淫秽物品的定义，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定义，对不对？比如说我口味比较重，对不对？我就要讨论了，所以要多个法官讨论。每个人有不同的主观影响，所以会折损。感谢。谢谢。有请反方二辩申论，时间三分钟。好，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今天都要派我跟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叫做现在自由裁量空间有的地方减少了，有的地方增加了。台湾为自由裁量空间的判定，不是由于成本和效率所决定的。而我方看来，今天中国从2009年开始，所有的全面的，无论是从广州、广西还是从北京，总发出了中央条令，都在宣告，包括习近平也指出，自由裁量空间要全面的压缩。至少我们发现，从领导层的态度上来讲，我们发现他们发现了自由裁量权的一些可悲之点，所以他们在尽量的避免这些可悲之点。我方今天在前面也确认了，我方不是要向您论证今天世界上不应该完全不存在自由裁量空间，而是我方只要论证它的可悲之处就可以了。而我方认为今天的可悲之处，他方告诉我说，贪污罪以前的时候，由于只因为金额的这样的细分，而导致有一些东西无法判定，因此他把金额这一个细化从原本的法律中去掉了。但我方看来，今天我方讲的细化是不是仅仅是他方讲的这个金额？我方发现是这样的，在很多的判定中，目的、金额、证据，它中展示的种种东西，才是我方今天讲的全面细化。所以，因此我方认为，法律中仅细化成了一部分，当然不可以成，当然不能够当然不能够完成整个的不能完成整个的司法公平。而我方所讲的就是，今天由于我们不能够全面的所有的面面俱到，国家在效率和成本上考量，不得不放弃一些我们原本追求的3到10年内可以本应明确来判断的这种相对的公平和正义。比如说判3年和10年，中间有7年的差距，我们发现这7年的差距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公平，相对的不同的判例、不同的目的之间，在3到10年之间也应该有所细化，才是我方讲的相对公平。而今天的效率和成本正是压缩了这方面相对公平，这是我方给您论证今天与我们法律的目的相违背的地方。再加上今天他们告诉我说，今天我方的态度不是跟您说法律中间不应该有全部的不应该有主观因素，而是我方认为今天的主观因素不应该是由法官个人来决定的。我们知道，确实无论是中国还是国外的立法，都是由一个集体，由人民代表大会整个的制度、整个立法机构来完成的。我们发现，在立法的过程中，可以有人的因素来左右，但这个人的因素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整体集体对于利益，整体人们对于正义的一种判断。而我发现，今天自由裁量空间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我方今天讲的个人法官的随意性。而这随意性体现在什么？不是对正义有了误差，而是对吃没吃早餐这样的人的生理和情感偏好上的误差导致的。我发现这个东西和主观之间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所以他们不能告诉我，今天立法本身有主观存在，就要忽略法官的个人的随意，而导致的这个平衡的可悲之处。谢谢。有请正方一辩质询反方二辩，时间2分钟。好，这方辩友你好。你好。第一个问题啊，国家例如英美，它有没有说明确的说自由裁量空间要缩减？所以我们发现了没有，自由裁量空间它应该是就回答问题好，有没有？有一部分。我告诉你没有，因为我不好意思，我是在国外，我是学法的，没有这个。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英美它对法官要求素质相对高，比如说具有法本的专业你才可以考法硕，所以这个原因它之所以没有，这是我的这个，它之所以没有，它是因为法官素质足够高，它的空间它是匹配的。中国之所以被压缩了的话，那是因为法官一开始素质不够高，如果我们把素质和它匹配到一个程度上的话，它是不会被压缩的。来，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方不是说法律的素质决定这个，而是我们发现什么？我方今天要求的，我方是不是不需要论证中国不要有，所以国外也可以有，但是如果细化到了一定的程度，我认为当然可以存在，但它本身的可悲之处，好，确实存在。OK， 好，没有问题。好，第二个问题，按照您方第一个论点，如果说是立法者不愿意承担修改法律成本，所以说的话，那为什么在很多地方？
方我们是刻意增加了这个法律上模糊的规定，只是为了不愿意承担修改法律成本的。首先您方和我先是举例好吧，我方已经举过了贪污的例子，来给你解释贪污的这个例子。我方说了今天我方讲的新话、但是不一样，一方重要点了，我方是在说，听我说、我方是在说，如果说只是愿意不愿意承担修改法律成本的话，为什么有立法者要专门把这个法律原本从2000块把这个东西空间给修改成更大，可以吗？可以给你解释吗？是因为你的细分方式有问题，因此错误的细分方式当然要被修改。这个细分方式哪里有问题？所以你的发展的只采用金额就是错误的细分方式。我们发现把金额、目的等其他的人文主要全部加入到这中间才是正确的。现在当然法律中依然有很多很多金额，大部分东西都是由金额来说，所以说你放的论证那些东西都是需要被修改的。当然，我方认为这就是它的可悖之处存在。所以说法律都是只要是有金额都是有可悖之处，那这个法律当然不归属。第三个问题，你方举出了很多法官说有通过不法的途径来干了一些很多就是违法的事情，那么这些东西可不可以被监管，可不可以被规避？我发现不可。这个问题不可以，不可以，它本质是这个东西。这个和自由裁量空间不归属。归属啊，是只有如果没有自由裁量，是没有这个温床。谢谢。有请正方三辩申论，时间3分钟。好，谢谢主席，大家好。不好意思，刚才有点乱啊，我们慢慢来理一下。看一下今天对方辩友的逻辑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今天对方辩友其实在跟我们说法律这个东西它是有局限的，不可能被细化跟完善到一个，就是现在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要细化跟完善需要花费特别长的成本，特别长的效率，我们做不到。所以现在你有自由裁量空间，反而是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一个就是特别不好的解释或者特别不好的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真的是这样吗？法律的成本跟就是法律的成本效率没有达到一个特别高的程度，是自由裁量空间应该来背的锅吗？不对吧？法律之所以现在成本跟效率没有达到特别高程度，是因为法律到就具体来讲没有办法被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细化。法律到底要细化到什么程度才算细化？你方首先没有给出论证，其次法律即便被细化了，它到底应该如何被立法、执法、司法三个机构去执行呢？你方现在是要细化，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法律的这个责任推到立法层面，立法者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事事都有法可依，才叫您方所谓的成本跟效率达到最高的情况呢？来，再来看一下您方认为的法律的模糊性。您方觉得法律的模糊性不好，那我就想请问一下，您方这个可悲跟可喜的比较是，法律这个模糊性有可悲之处，极为可悲吗？我们今天是可悲跟可喜，应该是要比较法律这个模糊性，它有可悲的地方，有可喜的地，有可喜的地方，到底。相比较之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这才是我们今天辩题应该讨论的东西和意义吧。再来看一下您方所一直质疑和诟病的模糊性。首先第一点就是模糊性是不是都是不好的，它有没有好的地方？您方所说的现在对模糊性进行就是 全面的中国对于法律进行全面的细化，在减少这个模糊性，减少自由裁量空间，反而不是哦。比如说夫妻共同财产，之前的夫妻共同财产是认定是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但现在的新法律给出的解释是夫妻共同财产是不是夫妻所共同需要的财产，即如果我的妻子欠了钱了，这个东西是不是该我承担？这是法律给自由裁量的空间，对具体的状况进行讨论，反而扩大了自由空间。您方告诉我这个自由空间应该被压缩，现在全面被压缩，您方的全面性如何论证？其次第二点，如果说这个法律的模糊性不好，那么法律为什么要有模糊性？我方给出的贪污的例子了，1988年中国给的贪污，具体给的事例是2000元起叫贪污，但后面又加了是情节严重，什么意思？我今天贪污了2000元，但是我是为一个工程把关，有了松懈，有了暗箱操作，使得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个时候贪污是情节而重。如果没有这个自由裁量空间，仅为2000元为定，法律如何去做到公正的审判？第二点，还是。法律的自由裁量空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婚姻在国外没有特别具体的限制，说是男生还是女生，但是比如说英国男子跟猫结婚了，法律也要给保护，这是为什么？人要让出一份空间给法律，法律也要保护人的自由，你要把自由裁量空间消除，自由如何被保证？以上，谢谢。有请反方一辩质询正方三辩，时间为2分钟。老板你好，请问您一个问题啊，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的企业，我们对它进行罚款，可以在20到200万之间进行选择，这算不算是一个自由裁量空间的底线？对，要看多严重了、
啊，对 ，OK，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根据我的个人喜好，或者说个人关系远近，或者说是为了利益，那我给他判一个最高或者最低。哎，在这个时候是不是滥用了财产权？所以发现没有，这是滥用的问题，这是权利。不对，您就告诉我，您就这个时候告诉我，是不是滥用了自由裁量权？是滥用的问题。哎，对，你看这个时候产生滥用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所以不是自由裁量权本身有问题，不对，所以你在用滥用这个自由裁量权。不对，不要讲，就是我，你听我讲。是这个滥用会产生，是因为在20到200万给了这个执法者这样一个空间和区间，所以才会产生滥用。我正面给你回答好不好？啊、行，就是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现在执法人员有配枪，现在执法人员开枪打死一个人，你告诉我是执法人员枪没使用好，那你还是枪可悲。哎，不要脸，不是滥用的这个问题，正是因为20到200万他有这个空间，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这个空间，是不是他并不能够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滥用？不对。滥用的问题不是自由裁量空间。哎，我已经给大家都解释清楚了。哎 ，OK， 继续。您告诉我说，这个自由裁量空间可以进行合理的监管，对不对？对，没有问题。哎，那您看，在20到200万这个区间内都是合法的。那如果说我这个时候就倾向于永远选择上限，那这个时候怎么监管？为什么倾向于永远选择上限？问题出在你倾向于永远选择上限，问题在这里，而不是那20到200万的空间。哎，老师告诉我说是个人问题，那您告诉我，您就正面回答我，这个时候怎么监管呢？第一，法官有合议制，不是个人，3到5人法庭。第二，有两级上审上诉制度，有可以。不，根本没有回答到我的问题。在20到200万这个区间内，我怎么做都是合法的。但我为了个人利益，我永远选择罚200万。您告诉我，这个时候怎么监督？因为我怎么做都是对的，对不对？你看，您给的预设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还是法官本身有问题吗？哎，您还是滥用问题。那您告诉我，这个时候法官有问题怎么解决？是不是告诉你有监管制度了？正是因为有个上台量的权利，消除这个问题，我回答你的问题。以上，谢谢。有请反方三辩申论，时间为3分钟。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都没有论证，很奇怪。方先告诉我说，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所以语言具有不确定性，所以产生了这样一个自由裁量空间，是法律之喜。可见很吊诡的是，举个例子，今天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他们希望他们的孩子可以耳聪目明，这是他们对他们孩子的期望。可是他们生出了个残疾的孩子，他们孩子天生听不到东西。可是今天呢，他们通过外在的科技手段给他们的孩子装上了个助听器。这是您告诉我，他们孩子是失聪这一件事情是不是可悲的？是您方要跟我论证的。可是今天您方通篇告诉我的是，今天这个助听器是对孩子之喜，对不对？所以您方没有论证到您方的论点。所以今天我们发现了什么？您方的论证通过是在告诉我说，成文法它具有它的弊端所在，所以成文法有。因为它的语言有不确定性，因为法律有这样的滞后性，所以我们不得不因为有这样的自由裁量空间与法律与生俱来，采用自由裁量权的这一种手段去规避它。可这个时候，对方其实潜意识里一直在逼我方论证的时候，是不是他在论证因为有自由裁量权，所以自由裁量权是好的？可是坦白讲，今天我方态度很明确，没有自由裁量权。有自由裁量权可悲，没有自由裁量权更可悲。我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我方发现，恰恰是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空间的存在本身是对法律的一种折损。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今天我方一直要谈行政？比如说行政处罚法规定，这个自由裁量空间啊，可以是在50%50%以上的，就是它的罚款是有个空间的嘛。可是这时候我们发现什么？为什么今天我们也谈执法？因为今天我们的执法主体通常来说不一定是有我们法学专业背景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交警，比如说我们这些执法部门。可是今天他们本身没有这样一个专业的背景，可是依旧我们要依法治国的时候，是他们本身对这个法律条文也不太明确，他们对这个案件的事实判定也不太明确。今天我们发现，一个法官判断一个人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过失杀人尚且比较困难。所以今天在我们行政自由裁量空间，由于他们的不专业性，甚至他们可以带入的是更多人的主观因素。这个对方辩友告诉我说，您方可以通过监管来管制吗？所以坦白讲，我方告诉你，从2007年开始，我国各省市一直在出台各项规则，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监管外在的手段去制约它，我们发现没有用。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我们在提出要压缩自由裁量权？况且即便今天有这样的规范可以规范好我们，
到底是因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强制力，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之喜，还是自由裁量权之喜？感谢。有请正方二辩质询反方三辩，时间为2分钟。我先确认啊，您方今天说可悲，是只要有可悲之处就叫可悲吗？与想要的东西相违背，只要有要都每年比较都不用比较，只要有可悲之处就可悲。不是啊，我跟你说，所以可悲之处和可喜之处要比较嘛，对吧？所以我跟你说了，与我想要，对对对，我想要，所以可悲之处和可喜之处要比较，所以请拿您方论点跟我方论点比较。来，我们进入所以今天就按你自己的类比了。今天滞后性和不确定性是失聪，然后自由裁量是助听器嘛？我们就看助听器对这个失聪的小孩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自由裁量比先是今天来看您方。今天我裁决，比如说从五块钱到200万之间，我做出来一个选择，我是要写具体的理由，要有裁决书公示的，你知道吧？理由是自己给的嘛？对，我跟你说了，所以我主观判断，我要写出充足的理由公示出来的嘛？你知道的对吧？是我的理由，对对对，我觉得他是要我写出充足的理由公示给大家。所以是可以，我觉得充足，我觉得这是你觉得充足，大家受到大家的监管嘛，对吧？你知道的吧？啊，可以啊，对对啊，好，所以是可以被监管的哦。哎，如果你觉得这个200万我不满意，我可不可以上诉啊？上诉恰恰是因为上诉同案不同判，折损稳定性，对不对？上诉也可以上诉，所以最高级的法院是不是也要收满了才可以啊？不一定是收满吗？今天不仅仅是有贪污受贿，所以对方其实打断一下，所以请对方向我方论证。今天从一级法院到最高法院全部都是坏人，不然的话，你方这个我不是在论证，他们都是坏人，这个不能被监管，都是人，所以他们对事实的认知都有区别，对，有区别，有主观性，有区别，有主观性，但是从一级到最高，并不都是坏人，所以你方所谓的做错事，有一部分是坏人，但有一部分是坏人。我看，今天如果比特币这个还没有被立法出来的时候，出现了比特。特别犯罪，我们要怎么判呀？在我方看来是可悲的，是因为还没有法律的时候交给个人去。回答我的问题，没有自由裁量的话怎么判？要自由裁量权，没有自由裁量权，所以没有自由裁量权，因为判不了。没有论证，没有自由裁量的话，原本判不了的案子变得可判了，难道不是好事吗？谢谢。下面进行自由辩论环节，双方各有5分钟，由正方先发言，有请。还是那句话，确认一下，您方的可悲到底是和什么比出来的？就是和什么比起来，您方认为现在的自由裁量的法律不够好？我们发现它跟法律的终极追求相违背了。所以，段辩，我想问你一下，今天既然我们把一部分的这个模糊性不得不交由人自己的主观性判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可悲？是，您方的法律的终极状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那个理法律的理想状态里必须完全没有模糊性？您方论证一下。是因为法律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可是今天恰恰由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的存在，恰恰是折损了法律去追求公平正义，本身该交由人大代表大会制度去制定的法律，可是今天通过法官个人的主观情愫去判断您方的比特币，在我方看来就是可悲的。不是，是这里差一层。公平正义为什么等于消除主观？为什么等于绝对明确？这里您方没论证。好，再回到下一个问题，是不是只要不是完美的东西，您方认为就是可悲的？不是消除主观，我方认为法律的制定当然可以有主观因素参与，但是以法官个人以吃没吃早饭这样的个人情绪来判定，我方认为是可悲的。来，我方从来没有说过法官是靠个人判案，一直都是有合议制，3到5人的法庭去判决，不是个人，所以您方的那个弊病根本不存在。还是想请问您了，在您方那个绝对好的状态下，是不是不要主观因素，一定要是特别客观、特别完整，立法层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是有可能的。好，对方，我先回应一下那个吃早饭的问题。今天您方说有合议制存在，您方不看我方说的行政，经常我们的行政主体今天交警贴这个罚单就是他一个人，所以您方说的这种监管的状态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行政领域的问题，更何况在司法领域这样的无法监管的情况还是存在啊。好，所以对方辩友已经认了，对不对？在司法的领域没有对方辩友说这些问题吗？好，我们来看执法。今天执法如果对你说交警，我想贴张罚单有贴张罚单，你不满意，你可不可以告他呀？你可不可以上诉啊？这是不是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在执法层面上也没有对方辩友说那么严重嘛。好，回到我方问题，今天对方辩友能不能，您方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这个东西不完美，它就是可悲的，是这意思吗？不是，不能上诉原因是什么？0到200之间都是法律的正确，正确的东西上诉了之后也不能修改，因为它本身正确的，可以吗？当然不是了，今天你方是法盲吗？今天一审啊，如果你选了一个200万，我不合理，我上诉，你
给出充足的理由，上诉的高级法院会看，哎，这个200万合不合理啊，然后再去判。所以并不是说一审怎么定了，上面就绝对不能改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您方回答一次就好，是不是今天这个东西不完美，它就是可悲的？不是，是这样的，今天0到200元贴这样的罚单，我这个交警认为你停在这个地方，根据我的主观判断，我觉得它是一个交通繁忙的地带，所以我认定它200块，0到200块都是一个由于我自己的主观判断，我给出合理解释，这样是不是恰恰是折损了法律的性质所追求的？来，对方辩友，你不要当法盲，仔细想一下，一个交警认为他随便停，我停在大马路上，交警是主观认定他随便停的吗？是不是违反了交通法规？停到停车位上，是不是不用被罚？划定如此明确，你为什么说交警的那个主观判断会影响到判罚？有没有具体事例？在第四次想请问你了，您方是不是认为不完美即为可悲？可不可以正面回答一下？不是方便，我们是认为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接近于公平正义，但是自由裁量权的出现恰恰就证明了这个目的永远就不能达到，所以说这才是可悲之处的极限。不是，先不说您方所谓的那个公平正义是不是法律最终的理想状态，还是那句话，是不是只要没有到那个理想状态，不管进步到哪一步，哪怕进步到99%，您方都认为是可悲的，回答一次就好。不是，但是我发现如果行使的手段是与我们追求方向是相反的，那我发现方向相反这也是它可悲的体现，可以吗？上面方向哪里相反？我不明白，明明最后才能出现让这个案子可怕的，让这个案子更合理，为什么相反？来，我就画到具体的例子来问你好了。今天人类一直想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但人类没有办法做到完全自动化，中间产出了很多过度使用的工具，比如说扳手，比如说汽车，比如飞机。按照您方逻辑，这些东西都不完美啊，这些东西还要人类手动，超麻烦，是不是这些东西都可悲？对，梁淼，您今天给我的例其实都是事实层面，您告诉我在某些案例中获取自由裁量权有用，但是我方也给您举证在某些情况下它是会出现滥用的情况，而这些滥用的情况正是由于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体现，您明白吗？我们比较是精神。对，所以刚刚就说到点上了，所以您方举出了很多滥用的情况，对不对？我方举出了很多好处，对不对？所以我们来比哪边更好更可控嘛。那您方的那些滥用我们都说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控制，实际压已经削弱到很低了，但我方这些好处您方替代不了嘛，超重要嘛，所以我方赢嘛。来回答一次就好，今天为了人类终极目标是自动化，但中间那些过度的工具，包括自动化的工具，是不是都可悲呀？回答一次。一定程度上就是体现了人类局限性的可悲，没有问题。这是自由裁量空间体现了法律有这样的漏洞，不可避免的可悲性，有问题吗？没问题。所以人造出来的任何制度，在您方的定义里，所有人造出来的东西，达到人不是最完美的，人不是神的那个状态，在您方概念里都可悲，是不是这样？是，这方面我们看到它的追求方式里面，由于它有弹性，有主观性，弹性和主观性与我们的终极方向有区别，这个点在我方看来才是可悲的点。对，所以说我们还是犯了那个错误，他们根本没有比较，说只要有可悲的地方就叫可悲，哎，就是很奇怪，我方有那么多可耻的地方，你不看，有一点点可悲的地方就叫你方可悲了，我方还怎么论证？来，换个例子问你好了，今天人类最终极目标是夜不闭户消除犯罪，但是人类做不到，就是要去犯罪，没有办法，只能用法律去规范，那法律本身是不是也可悲的？是不是我方今天一定要说完美的才是可喜的？我方今天说的是与你想要的相违背的是可悲，这样可以吧？没有问题吧？不是，哪里违背了？我方已经说了，自由裁量能够带来很多案件上的公平正义。那有一些被滥用的情况，我们可以被规范，且滥用这件事情不根属。在这种情况下，它与公平正义的方向相一致，到底哪里违背了？那我方想第二部分点给您讲的就是，由于它的弹性空间存在，由于这种权利的弹性特质导致了滥用的出现，导致它成为滥用的温床，这是它的根属所在。对，所以就只要有可悲的特质就叫可悲，不是这样。你方比较就像是那些汽车飞机，它有手动的特质它也可悲，比如法律它有人类不自觉的特质它也可悲，其实不是这样。所以可以发现这方面的荒谬之处，今天只要我没有达到终极完美状态，中间那些所有过度都可悲，不是这样的。是今天法尽可能的想要保障每个人的客观平等，法面前人人平等嘛，对不对？可是因为恰恰是由于自由裁量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吗？执法者有这样的主观情绪的判断在，所以同案不同判，可不可以？今天是不是折损了我们所要追求的法的意义？是，主观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可怕？您方没有解释，您方前面也说过，法律整个体系包括立法的环境都是人来操控的，为什么一旦出现人，您方就认为这件事情超可怕？不是，我方认为手段如果与追求方向相反，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如果我的女儿被强奸了，我想要想达到惩罚她的，只能靠我杀了她。比如说用通过我杀了她这种方式，在我方看来与追求的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她的手段可悲，可以吗？来，
现在的法律从来没让你杀人，法律有自己的公正性。刚想请问你了，您方一直在论证有这个弹性空间，这个弹性空间也目的不符，超可怕，反而不是哦。你仔细想一下，是不是这个弹性空间被滥用才使得这些问题存在？弹性空间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方淼，您看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弹性空间，是不是没有滥用的这样一个正当性？我方今天给您论证的是，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在这个范围内滥用是正当的，所以说我们告诉你，这样的滥用情况正是就算空间带来的，您明白吗？对，所以人的手没有被绑起来，所以有人用手去杀人，所以是没有被手没有被绑起来这件事情可悲吗？不是，是你有杀人的意图这件事情可悲。所以有人滥用最后材料是滥用这件事情可悲，而不是最后材料给了最后一次解释。还是那句话，柠檬到底最后有没有另一个比较标准？还是柠檬就只是想和那个根本达不到的完美状态去比较？我方不是跟根本达不到的完美标准比较，我方比较的是方向性。刚才我再跟您解释一遍，您方跟我说不是手被绑或者不被绑的问题。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这个自由裁量空间，我方也承认它是一个不得不有的一个状态，意思是他的手是不得不被放开，而就是这个放开的这个空间，这个范围内给了他可以自由的使用刀的权利。因为就是我们看到他无论是20还是200之间，这个判罚全部是合理的，您没有办法在规避他其中的这个主观的随意性啊。方面主观随意性，我方跟你说了10000种方法可以规避了，你方看一看好不好？所以今天还是一样的内容，今天我把手放开，就可以去杀人了，手超可悲，跟这个台上意思一样，也更方便大家看出来。所以请方面告诉我一次，为什么这个主观就是与法律的意志相违背？明明我发现这个主观让他更贴合法律的意志呢，为什么主观的就可悲呢？对啊，方面您还是没有告诉我您的规避机制为什么有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家采取的方式是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发现自由裁量空间这件事情，它并没有办法进行合理的监督，我已经给你解释过来了。来，宁峰说这个手段超可悲，现在是使用这些人出现了一些些小的情况，使得与目的不相符，所以不相符的地方还是因为那些手段不同，反而倒想请问宁峰了，还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可悲一点就叫可悲？不是，本质方向上的差别才是我方的可悲。而今天我方告诉你，恰恰自由裁量权有这样的弹性空间的存在，所以它是更容易让这些执法人员去贪污腐败，这样一个温床是不是可悲？因为它克制可悲。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什么？今天对方没有跟我们讲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不得不用它，这种不得不是无可被替代的，所以它特别可喜。但是我方看到今天我们必须要放大它其中的弊端，才要去改进它的动力。方淼今天其实一直不理解我们的论证，他们一直说我们有一点可悲就要可悲，但是我方告诉你的是，我们认为公平正义是我们的最终追求，但是因为不能够达到这样追求，跟这种追求背道而驰，所以这才是今天的可悲之处所在。谢谢。时间到，下面进行结辩环节，有请反方四辩结辩，时间为4分钟。好。谢谢主席。其实今天我们双方对于自由裁量空间本身是什么，其实在一开始有一点点的没有达成共识，但是这里我想再重新梳理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的法律就像我方和双方我们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一样，现在法律这个体系必须需要自由裁量空间，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其中对方有所提到的法律有滞后性，它的滞后性必须需要一种途径来进行弥补，然后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具有语言这种本身这种途径，这种成文法它就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它也必须需要一个东西来把它弥补，所以我们看到它的产生确实是由于一个法律本身具有的弊端而产生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空间的存在本身就反映了法律本身的可悲之处，这是我方谈双对方的前两个论点。在我方看来，正是这种空间体现了法律有这样的漏洞，所以让我们思考会不会有更好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至于我方刚才谈自由裁量空间为什么是一种选择，为什么是一种平衡？是因为今天其实是有一种选择，叫做我们可以有机会细化一些法条的，我们可以有机会提供更多的判决案例供大家参考。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这种压缩自由裁量空间的方式，其实在我方看来，它是可以压缩掉自由裁量空间本身的一些可悲之处的。那这些可悲之处在于哪里呢？就是因为再讲一下刚才这个选择的问题，是因为刚才我方讲到，既然我们现在必须要有自由裁量空间，但这个自由裁量空间究竟定多大多合理，我们发现是一种权衡，一种选择。为什么说是权衡？是因为一边摆着的是我们今天要如果要细化它，提出更多的审判案例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是我们可能要付出一个成本，而且如果增加了这种细化之后，还需要
付出一个我们在行政也好，我们在司法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增加这个判决的难度，增加这种判决的复杂性，降低判决的效率。因此没有办法，我们现在采用了自由裁量空间的这样一种方式。自由裁量空间就像是现在这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空档，有这样的一个模糊，有这样一个因为我们的成本没有办法填补而存在的这样一个漏洞，它本身就反映了法律的可悲之处。那现在我们出现了自由裁量权这一种手段，来在这个来在此基础上完善现在我们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在我方看来，这种途径本身它内在它内核上的一些与人主观相关的随意性，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它和司法本身最终追求之间的一个违背。多方面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方一直觉得只要有主观就是可悲，不是这样的。多方面今天其实您方是说我们今天法律一直要有人情，一直要有人的参与，这其实在您方看来是一个可喜之处嘛。但是在我方看来，这种有人参与的状况某种意义上是与从人之道法治整个的流程有一定的违背之处的。因为没有办法，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舍弃一定的主观因子在里面。但是我们觉得如果可以畅想在未来，在以后，在我们可以克服关于立法成本细化的问题，我们认识到法律本身这个体系过程中间有这样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由于滞后性和模糊性带来的漏洞，我们能不能去畅想有未来有一个更好的形式可以来代替现在这个法律形式。我方今天谈的一切可悲之处都是建立在我方看到了它的可悲，并且想强调和放大这种可悲，才能够成为我们未来去改善去推进它的一个动力。而多方面，今天如果您方只是告诉我说我现在不得不用它，确实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可喜，我方认为这样无异于是在今天我们其实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选，我们今天在一片荒林中只有树叶可吃。您能告诉我吃树叶已经很可喜了吗？它解决我现在的田赋的问题，而且这是我唯一的途径，它的好处不可替代，因此我吃树叶这件事本身就可行。但我方看到的不是这一点，我方看到的是树叶本身包含着这种它不利于您身体健康的未来，所以要强调它整体的环境来讲是可悲，我方还有去解决它的动力。谢谢。下面有请正方四辩检辩，时间为四分钟，有请。好，本席主席大家好。其实对方分析还蛮简单，就是法律有一个他方认为的理想状态，就是所有事情事无巨细，明文规定，且他方认为现在我们做的自由裁量和他方的理想状态相违背，两个逻辑都是错的。首先，有一点相违背的地方，或者说没有达到他方的理想状态，这件事情本身能不能论证可悲，我方认为不能。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说的那个达不到那个理想状态，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因为效益和成本。给大家举个例子好了，德国在18世纪的时候曾经出来过一个17000多条的普鲁士民法典，大概就是试图把生活中你能遇到的所有的个案都用举例的方式，然后让法官只要翻开法典就能找到这条法律应该适用到什么地方，就是您方说的那个状态。为什么后来这东西没有被推行？这东西不是我们人类没有做过，是我们做过之后发现这东西做不到。为什么不这么做？是因为那个法典在推出之后没有几年，很可怜，工业革命了，所以整个民法典17000多条直接无效了，它因为整个生产关系都变了嘛。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愿意去总结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是因为我们作为人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东西来源并不是我们懒，并不是我们想节省成本，这就是因为人不是神，而我方认为人不是神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可悲。再说下一个点，就是您方那个理想状态到底是不是理想状态，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为什么法律一定要，就是我方最后为什么在追问的嘛，为什么法律里面有主观因素这件事情就超可悲。其实什么叫主观因素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法律中留一些空间给司法机关。您方说的是什么？您方说的就是立法机构应该成为法律的绝对的权威者，立法机关写出来的每一个文字就像法律的金科玉律。而您方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是司法机关就应该成为照本宣科的法律机器，就是照本宣科去宣读法律的机器。那说实话，我方认为这才是法律的一个可悲状态，这才不是法律的理想状态。因为司法机关是什么？司法机关是把立法者坐在办公室里对于未来就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所构想的这一切和真正现实生活之间架起桥梁的这样一群人。您方认为这一部分人的权利应该被架空，您方认为这一部分人拥有权利是一件可悲的事情，是您方认为和法律背道而驰的，我方认为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方一直在追问，就这个东西为什么您方一直认为有主观超可怕，有主观超可怕。您方告诉我这方向性不对，我方告诉你方向性特别对。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您方那个东西是被追求过的，法律事无巨细这件事情人类不仅仅是做不到，不是做不到，它不仅仅是做不到，而是如果你想要去做，那这个方向就大错特错。亚里士多德讲过类似的话，
哈特也讲，著名法律家哈特也讲过类似的话。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法律追求的整个法律推进的过程之中，我们试过成文法，现在很多人试过您刚才说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们发现做不到，就是因为人真的就是人自身有局限性。但我们认可这个局限性，那我们在这样的局限性下，我们仍然试图用我们能想到的有限的法律去规定无限的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怎么做？我们还是要把这东西交给人。但是具体人要不要被监管，要的，就像立法者要不要被监管，要的。立法者写出来的每一句话可不可以被调整，可不可以被反思，我们认为可以的。而立法者在立法中留出了这么一些模糊的地带，模糊的空间，为什么？就像余欢案说的，你说自母亲的生命人格尊严权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权比重到底应该是多少，这种东西真的是规定出来一个东西就应该是好的吗？不是，这东西我们认为可以被讨论。就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法律上您刚说的那个公平正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认为也应该有可以被讨论可以被反思的空间。所以我们才说自由裁量空间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不得不的手段，它不是因为我们残疾了所以我们才非要用一个拐杖去阻隔空间，它就是我们发展过程之中是我们认为正确方向中进步的一小步。您方不能认为没有达到一个绝对完美的，您方不能认为有些情况下有人利用它产生了一些瑕疵，那这东西您告诉我不完美。就像人类永远在追求，人类有更高的追求，人类想飞上天，人类想希望能实现大同世界，但是我们都没有做到，但是每一个进步都可惜，我方认为不应该否认这样的可惜。感谢场上辩手的精彩表现，下面进行评审环节，请评委选妥胜出票和最佳辩手票，请工作人员收集选票。本场比赛的结果，肖磊评委将胜负票投给正方，张家恒评委将胜负票投给正方，曾信熙评委将胜负票投给正方，胜负票总成绩为正方三票，反方零票。本场比赛的获胜方为正方，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为正方四辩张欣怡。下面有请评委和辩手移步台上合影留念，接下来场间休息。